面是夏天不可以错过的美食，除了传统的口味之外啊，现在也多了许多创意的口味，像是芝麻皮蛋和泰式椰奶风味的凉面，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。除了冰品之外，还有一种东西可千万别忘了，那就是凉面。想吃点特别的，先来尝尝芝麻皮蛋。乍听之下，这口味好像是有点怪，不过可千万别小看了芝麻加皮蛋，可说是超配的啦。不仅仅是富含了芝麻的浓郁香味，酱汁的组成更彰显了皮蛋的香醇口感，配上 Q 度十足的面条，可是许多年轻学子夏天的最爱哦。吃起来那个味道不会很重，但是那个皮蛋会有那种皮蛋的香味。再来一款啊，是独家超推荐，绿咖喱椰奶口味，由三花奶水、椰奶和绿咖喱调配出来的白酱，看起来啊是不仅非常的可口，而且尝起来呢就是泰式风味特有的清爽带辣。忠实的就是用皮蛋来去调味，目前最受欢迎就是这个芝麻皮蛋凉面，另外是一个南洋口味，像南洋一些特殊的香料，台湾是很少用。坚持不使用味素、味精，酱油一定要纯酿。甚至就连味噌都使用高级日本货，简简单单的一盘凉面，却兼具创新、精致，而且绝对的养生。如果啊您也注重养生的话，还能顺便和老板切磋一下哦。